可以。刚好要了整数吧。嗯。可以，不用设置这么多啊。太小了，不是后面推齐，刚才那个20推的太快了，还没有推上，后面书还没推齐。对啊，这书太光了，后面没推齐。等一下，这里我中间截掉好了。嗯，等一下啊，我要再收拾一下。下一段我们切上了，后面切。切了比较难切。我调整的多一点点啊。现在书推平了，就是。书如果没推平的话就切不了。我调到这个全部是0.2。可以了。后面说推的准备进行的话，就是那个平。然后设置的。那个检测是吧？我这是从一开始我自己做，然后做到后面，有的时候小李看一看，有的时候直接我自己检检查一下就发出来。然后设置那里帮我设置一下。现在随便设置啊。嗯。然后是48，你可以设40。这个压力。调到3000，可以调到2。嗯，可以。检测模式不用开了吗？嗯，不用。好了哈。嗯。